这样，这一条是参观寮古道，这一条是雕山古道，所以我们这样绕一圈哈。参观寮瀑它不在参观寮的古道上，而在哪里？在羊蹄岭古道上。所以待会到了那个参观寮跟那个羊蹄岭古道的时候，分界点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先下天河床过溪，然后呢先去看的那个瀑地，之后我们再回头来再走完参观寮，这样没问题。没有，因为我想今天如果大家有空的话，我们如果体力可以，我希望能够带大家上牡丹山，从牡丹山看不厌亭，就居高临下，这种君临天下的感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喽。好，走嘞。
小点之后，右边会有一个瀑布，那个地方我就不停留，然后我们就慢慢走。然后我们用餐点是在干妈点，那我希望在干妈点，因为干妈点已经是门庭若市，希望我们今天去就有那种门庭若市的感觉，大家就席地而坐，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了，我们要出发了。哦，现在走回去的。对，走回去。哦。因为这一条现在我们现在走的这一条是凉亭里古道，凉亭里古道。啊。所以你在讲个奥迪。哦。金姆林奥迪。呀。我来了，阿龙来了。阿嘎恩萨杜古鲁，阿嘎伊拉萨伊鲁杜，嘎伊村那古，尼古鲁尼拉。来抬头，嗨，耶耶，好哇，哇，来吃饭了，谢谢谢谢，好。就改到我们家吃，把我们的中山秀出来。什么鸭饭吗？鸭肉饭，还有鸭肉饭，鸡腿是吧？好 ，OK OK OK， 就饱了。这样子哦，哦，哦，这叫干妈点鱼。干妈点好多人呢。哦。OK OK OK， 好。哎，有吗？老师，哎，咖啡吧。来，你的。哎，好。我好吃，好吃。晚到的同学，衣服穿起来。会有点凉了。会凉，会有点凉。对对对。衣服穿起来。好好好好好。没关系，到了，在后面啊。到了，到了。哇。都吃好料，都躲在后面就对了啊！啊，你看，早知道我今天要带卤来的吗？哦，那你的热水哪边来？哦，耶！你跑那么快干嘛？我拍很多美拍耶！没办法，不差一点，等下班长都不让我们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不错不错，大家不错，舒服。饱餐，哇，都吃好料的。哎，耶！我们走牛郎路。牛郎的脸就像那个人走到就是过去的他那个牛郎，牛郎他有牛郎头有没有，也是这个牛郎，牛郎路之后到达九份，九份走树莓，树莓坪，树莓坪那一带呢，我们待会会走到一个地方叫做树莓坪矿坑，
也就是以前在九份最大的矿坑墙，也叫做小金瓜鹿头，因为我现在因为鹿头哈，小金瓜鹿头那边是九份呢采那个产金最多的地方。在1890年的时候，那个刘铭传修基隆到台北的铁路，修到八堵，那边有座桥叫做七堵桥，在基隆河底下有西，就是他们逐鹿的工人在西面上的时候发现的。你那有小水，不能来了。你那有小水，你们有带来吗？有银就好了。哦，对，基隆河，他们这里基隆河呢，看一下，看要找一下在哪里。所以基隆河在上头是什么？所谓的南头洞。他们到南头洞之后，发现并没有什么。后来大家有走过去这边古道吧？这边古道他们这条就叫做大土坑。
沙发后糯米和渣。景点啊，就是我们说的对方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走的这个呢，从那个球棍过来这一条，就从这条走到奥迪。我们刚刚早上走的那条是这个，我们说由该走的那条，就是 A 里面的这一条。咖喱整那锅。好，各位，来来来，慢慢走，来啊，走啊，走啊。